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， 我来自台湾，欢迎大家来品尝我们的台湾味。我在厨师这个行业已经有25年以上的经验，我的专长是在台湾菜的部分。从台湾来到新加坡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，那么我想要把我们台湾味的这些食物分享在新加坡，所以我在3年前筹备了这间餐馆，这一间是我们的第一间餐馆。接下来我们会在新加坡的其他地方再开创我们的第二分堂，甚至第三分堂。要把台湾味这个主题呈现出来并不是那么的容易，所以我把台湾农家的这些客家花布做上这些装饰，然后还有古农具这些手工编织品装饰在我们的店里面。那么我们的顾客有从竹龙来的、丹比岭来的、榜鹅来的，他们花费了蛮长的时间来到我们这边，所以每一次的用餐经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希望我们的顾客来到我们的餐馆用餐，他会是有第二次、第三次的经验，甚至后来成为我们的常客。所以我们会尽力完美的去呈现我们的所有的食物。我们的卤肉饭和猪扒蛋炒饭都是比较受欢迎的，这些食物在新加坡是比较少看到的。我们的猪扒是用手工敲打，腌制手法多汁又入味。喜欢吃面条的顾客，那么我推荐可以尝尝我们的手工官庙刀削面，口感 Q 弹又滑顺。我们的原材料也都是从台湾所进口过来新加坡的，我们要把台湾味原汁原味的带来新加坡。我是老板，同时也是员工，我会和员工一起工作，一起上班，一起下班。我经常和我的员工分享，让每一位员工把自己当成是这间店的老板。要让整个品牌成功的发展，靠的是整个团队，而不是我个人。各位支持丰富的顾客以及朋友们，感谢大家对于丰富长期的支持与爱护。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会完美的呈现我们的食物与服务。谢谢大家。